Hello Cathy，今日咧想教大家咧屙呢款咧小心型杯垫，希望咧大家可以 subscribe 我哋嘅 YouTube 频道，多啲 like 我哋嘅学影片支持我哋。用到材料有线，用到工具有钩针、铰剪、缝衣针。而家开始钩织，还原起钩第一行，将线拉翻出嚟。條線拉過鈎針上面嘅一針，將鈎針上面嘅線拉長少少，鈎一個五針中長針未完成針嘅北部針。條線一次過拉過鈎針上面嘅所有針，仲有兩針鎖針。第一組單元勾好，我哋按照相同嘅方法咧，總共勾八組。勾最後一組單元。我哋扯緊線頭，就鈎針都入去起始位呢度，條線拉翻出嚟做花針引白，留少少線頭，將條線剪斷，將條線抽出嚟。第一行勾好。我哋咧而家開始勾第二行，將勾針都入去，呢個北部針上面嘅呢一個針位，攞另外顏色嘅線白勾針上邊，條線拉翻出嚟，小心鎖針當起立針，喺同一個入針位。勾針短針，再喺呢個兩針鎖針位呢度勾兩針短針。第一組單元勾好，我哋咧而家開始第二組單元，去翻呢個北部針上面嘅呢一個針位。我哋勾針短針，去翻下一個入針位，即係呢個兩針咧鎖針呢個位，勾兩針短針。第二組單元勾好，我哋按照相同嘅方法咧，總共咧勾八組。勾最後一組單元。將鈎針搬入去起始位呢度，攞另外顏色嘅線白鈎針上邊，橋線拉翻出嚟做花針引白。我哋稍為咧扯緊線頭。第二行勾好，我哋咧加開咗第三行，小心鎖針當起立針，在同一個入針位鈎針短針，我哋將線頭擺翻上嚟。在下一個針位勾兩針短針。第一組單元勾好，我們現在開始第二組單元，下一個針位勾針短針，下一個針位勾兩針短針。第二組單元勾好，我們呢按照相同的方法呢，總共咧勾十二組，勾最後一組單元，下一個針位，
針短針，下一個針位，勾兩針短針，成勾針都有去起始位呢度。每個顏色嘅線，條線拉翻出嚟做翻針引白，我哋稍微扯緊線頭。第三行勾好，我哋咧而家開針第四行，收針鎖針到起立針，同一個入針位，勾針短針，下一個入針位，勾針短針，下一個入針位，勾針短針，下一個入針位，勾針短針。我哋按照相同嘅方法咧，一針對應一針，呢一行咧勾36針。第四行的最后几针勾好，即勾针都由去起始位呢度，攞另外颜色的线，条线拉翻出嚟做翻针引白，我哋咧稍微扯紧线头。第四行勾好，我哋咧而家开走第五行，收针锁针到起立针，再同一个入针位，勾两针短针。再下兩個針位，勾兩針短針。第一組單元勾好，我哋咧而家開走第二組單元，下一個針位，勾兩針短針。下兩個針位，勾兩針短針。第二組單元勾好，我哋按照相同嘅方法咧，總共咧勾12組。最后一组单元，下一个针位，勾两针短针，下两个针位，勾两针短针，再勾针都有起始位呢度，转另外颜色嘅线，条线拉翻出嚟做翻针引白，我哋咧稍微扯紧线头。第五行勾好，我哋咧而家开走第六行，收针锁针到起立针，再同一个入针位，勾针短针，下一个入针位，勾针短针，下一个入针位，勾针短针。我哋按照相同嘅方法咧，一针对应一针，喺呢一行上边咧勾48针短针。第六行的最后几针勾好，即勾针都入去起始位呢度，攞另外颜色的线，条线拉翻出嚟做翻针引白，我哋咧稍微咧扯紧线头，可以去翻 YouTube 上面 subscribe、like、follow、comment、share 我哋嘅 YouTube channel， 多谢大家收睇。